可以领一百多万的。你根本就不想读中山嘛。读中山干嘛？如果很开心吗？好啊，你上再换一台。
知道我爸爸会吸得很快，真的，我爸爸吸得很快，真的，我希望我爸爸不知道，敢开 B&W 吗？你之后才说啊，家里没有文化，不如。而且那个保险杆板就那个大块掉下来，因为我爸当时说撞到那个，因为他就刚卡在那边。我爸还要感谢我，因为刚免费换一块，好爽啊！感谢那个时光。这个很值得，要不然大热天在那边。啊，你大热天？我在那边开超市，我们炸我妈，这我一看，拿多少？36。那我记得我也开蛮快的。他有一罐也开150。他们造那个你超越多位贵的地方，很有钱哦。Thank you.
麦当劳。Gracias.